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这一瓶水泥乳呢是非常好用的。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，它不是霜，它是乳。它是我一开始认识古堡的时候呢，我发现哦，中南部有好多不分年纪，连小朋友都会用的这一款，因为它非常的经济实惠，然后它的质地很舒服。除了我刚刚讲到是我有痘痘，所以它其实很清爽，但它又可以做到保湿。然后呢，它是有磁吸的玉容系列在里面，所以它一样也可以有美发、淡斑那些东西，都是未来你可以再去加强使用的产品。但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给它最基础的保养跟保湿。如果它现在是已经长痘痘，其实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它有一些状况，对，所以你要让它康荡下来。如果你今天已经有长痘痘了，这一款也可以推荐给你。这一个是我们的，只要你现在有痘痘，它里头含有2%的水杨酸，这支很厉害。对，这个是呢，会让你先把你的那个口收起来，然后再抗痘。如果大家有擦过市面上就是的抗痘凝胶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抗痘凝胶在擦的过程当中，它会让你脱皮。对，超不喜欢。对，你只要脱皮，你就知道其实它对你的肌肤相对是比较刺激的。没错，那这一款它完全不会局部的擦痘痘，你隔天早上起来，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慢慢的消炎了，2%才有效。那所以它里面是2%的水杨酸，这个，然后里面也还有添加一些专利的那个抗痘因子的成分。嗯，对，然后还有姜黄素去帮你做调理。嗯，所以这一支是帮你把皮肤就是调理健康，所以其实它直接会让你的肌肤，我刚刚讲到就是代谢新的啊，对，都没有，它就是直接帮你的代谢速度加快，然后让你的那个伤口恢复快一点。